我是农村少大的老，几个俺女婿往北京打工，知道在外里，在外里在这念个教吧，念在家教家吃烧烤的。毕竟到北京是估计还当吃不了教吧，在那一打工都吃不饱，也都吃不好喝不好的。再有天份儿，回去也吃不了有啥好饭。说你吧，你家车可都搁到走了，又是大年，他那车叫我吃辣椒吃不了，慢慢的回走一天不是回去就给咱的回去好远了，别在这吃呀。他不累，他这又是个那又是个男的家。那这不是，你家车上的，最不放心就是俺婆，俺婆成天惦记他在外边吃不好。你这叫车就回家坐着了，好好上班，好好等会儿，自然些大条件都给我找找数。等会儿，不但不认不认下班。好嘞。看这个温度，越来太越，还是不喝不爱。行了，喝不也行了。你这是往上卖瓜，这是不瓜自己夸，是呀，自己夸自己夸自己，你这叫我疼他，我疼你干的那不大理呀。干粮是最棒的，干的又快又远又好。孩子高兴了。那打车来，慢点吧。骑着骑单溜的，能该玩呗。谁也不知道谁领，就叫我领。吃吧。给我端吧。吃啥饭呀？吃饺，来呗。你吃八香米到不了。你吃吧，炒饭你等。哦。上上边走。到这儿啊，把水换了，把菜水换了。哦。啊？他勾了菜了。对。把菜那个啥了，因为给小子那吃受不了，你这个吃去找那个吃又那个啥。对，赶紧休息休息。不是，你那教出了什么好路的？娃儿不愿意走，愿意在家里待几天。差不多了，主要现在北京那边忙了。天天打电话，不打电话的话也不着急，要不就过十五了。你看，不行，人家打电话催就得去啊。好多人本来说答应人家初八就开门呢。月比这过十五也不能在家过呀。多穿着凉鞋。不着急。你不用拿个份儿吃。不用拿。拿来。现在城里给我拿了。我给拿些苹果，拿些梨，别过事儿。你不到那儿，你走呗。我说那点肉，到那儿做不了饭，肉不用拿。到那儿冰箱没有冰箱，冰箱也不开。什么冰箱这？
把不吃，把它弄烂一个。嗯，我给拿几分呢。哦，我当着去喝。哦，拿点苹果，拿点梨。该拿都拿了，快吃吧，吃了，到时候多，我叫拿点你那孟家河不能那啥了，你姨你跟姨往北京烧点。啊，给我姨烧点吧。嗯。不叫你也吃，你也这个叫我叫咱们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说跟我奶奶吃。嗯，你吃吧。看你那边，咱那会儿主要是让叫到那姨姨跟姨姐。嗯。不会，特别注意啊！咱家那边这，咱这再那个啥的，没事。现在到那儿，现在有伤，到那儿不忙就歇一歇。嗯，就是。你看，我也不愿意跟你走。护安这前面的护安没护安的，那外头大伙儿骂你，你能不能打嘞？接受呗。你说，差叔说自己家里不心疼是呗？哦，对。出去干点叔呗，你让心里啥不心疼？对，就是说的。等下次回来了还打。下次一回来就是过年。到五一十一，到十月一了。放假。到我开学了再回来。五一能放假呗？五一能回来呗？五一能回来。能回来了，中午五一能回来了。到回你老家开。对，回老家开。还出不散了。咱不忙了，得回山西一趟。现在回去还得隔离，等过了疫情，对。过疫情不忙了，你回来带还要去。回家里呢，我挖个他多喝奶。